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童话时光。这一期我们的主题是萌鸡小队。那我们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萌鸡朵朵的旋转舞台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旋转舞台怎么玩。哦，原来就是朵朵可以坐在这个旋转的舞台的中央，然后按下这里的草莓，朵朵小萌鸡就可以在上面旋转旋转旋转啦。咦，看起来好像蛮好玩的，那我们就来把这个玩具拆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吧。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萌鸡朵朵，这就是我的旋转舞台啦。我的舞台造型是草莓的主题哦，然后我们按下中间这个草莓按钮，我就可以在舞台中间这里旋转旋转旋转啦。来，我们按一下，嘿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好像转得太快了。来，再来再来，好好好好好，太好玩了吧。就是用手动来按这个旋转的按钮咯。然后朵朵是可以站起来的，他现在是坐着的，然后现在可以站起来，手脚可以动动动，手脚可以动一下。嗯，这么好玩的旋转舞台，也有邀请其他的小萌鸡一起来玩啊，我跟麦琪是最好的，不如我就去叫麦琪一起过来玩我的旋转舞台吧。麦琪来啦，朵朵告诉麦琪，麦琪麦琪，我的这个旋转舞台超好玩的哦，你要不要玩一下呀？当然要啊，超好玩的东西我肯定要玩呀。然后麦琪就变成这个坐姿了，然后就可以坐到这个舞台上来。 OK， 坐好了，做好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按中间这个草莓了，按下去，好好好，自己按下去就能旋转了，旋转。怎么样，麦琪，好玩吗？没有骗你吧？是的，是的，特别好玩，这样旋转好好玩哦，虽然有点晕晕的，但是特别好玩哦。那小朋友们，这一期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朵朵的旋转舞台啦，这是我们萌鸡小队的舞台哟。